嗨，大家下午好，应该是傍晚吧。在今天能看到这个宴席定位，我们神庙做了一些宴会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吃，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些到底是如何的。来，看看一下后面。还会救王爷，还会救王爷。嘿，普罗三杯富林富林坛，富林坛那东武宫的神坛。一年一拜，也要给他多做两张的纸箱，他好像箱他那个啊，多几个拿来啊的线。好像好像谢宴那样啦。啊，谢宴很重要。所以年年拜这才新年那样做啊，拜拜。哦。有啥都没做，啊，早前做那暗呀油油，几多点做那个呢？早上八点来到位哦。八点早上。啊。来到给他差不多八点十几分钟。啊，早晨。但是还没有开始哦。还没有开始啊，因为都是八点咯。哦，做十几分钟到十八分钟。也很高。人家到，先到了十几点嘛。这边一点啦，先到来过来。啊！哇，用那工资比较高，差不多。对啦，特别嘿，用那工作时间呢，好多加在做，好多。哦。因为条，那工比你要啊。三工。三工来咯，那就长工比长在那，就比你快做来。啊。一般做好啦，其他都难做咯。就拜公公庄嘛，跟阿姨一块子好食。哎，点八样都叫样菜啊？八样都得。八样啊。七样也有，八几样，有条六样也有，多少钱？看你的菜色咯，啊，你先挑的价钱高点啦、啊。但是一般上人家的点的是要有五福临门，有鸡，有鱼，有虾，有虾，哎，有菜，啊、这样子啦。要笑哈哈啦，要有虾啦，有甜品啊。所以你们承办的都包括神坛宴会、婚宴也是有的吗？有。有的鱼香，有香菜吗？盆菜啊，盆菜。啊，除了这个生日会也可以啊，生日宴会也可以啊。啊，我们有做，所以你承包是在北马区比较多啦。啊，对 ，OK 好，好了，谢谢你。啊，谢谢你啦。
这台这样做干呀？因为记者开始，他们就把这些一盘一盘的菜肴送上桌上给我们的嘉宾们享用。就跟他们去。给大家一个惊喜好不好？好，现场朋友，如果你们在家里有一些疲惫的灯光以及音响，哦，非常的特殊，来，您来。白色奶啊，穿穿来啊，满出的秋天啊，秋天。现在那个鱼什么名堂？鱼啊，是鱼是怪味煎鱼。怪味煎鱼啊？啊，大分炸鱼可以，煎鱼可以。虾干鱼那同时也有请我们所有主座的嘉宾一起上台来见证，包括我们前面这两个主持人。OK。
来，这些很好玩的东西来。哟，我们现在请两位朋友来，欢迎来参加欢迎参加这次的庆祝。好，谢谢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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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刚刚你们看过了，就是在宴会上我们吃的一些菜肴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说的，请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回复你们的。下期再见。